点，反正又到时候别结巴，别心疼就行。哎呀，心啥疼？安排吃饭就安排。今天天气冷，吃火锅行不行？行，正好我拿点酒，咱俩喝点，喝点呗，啥也没，风云降度啊，这酒挺好啊。走，喝点。上二楼吗？有股烤鸭味儿，这屋里。啊，这全是明星啊，全是明星照啊，还有洪金宝大哥呢，还是楼上暖和呢啊，这不还是上回那桌吗？必须的，这是八级老窝。行，就来这桌了，点菜吧。啊，虾滑，那个是菌类，这菌类好吧？啊，鸭血。那是什么鱼啊？龙利鱼吗？龙利鱼啊，好，龙利鱼没有刺儿啊，嘎嘎嫩，辛苦了啊！肉来了，这是我的最爱呀、啊！虾肉啊，吃好，吃饱，吃好啊，别吃少。少吃不了。这还有，来。哎，这蘑菇吃也挺好。不过他家这蘑菇摊摆的好看。下肉，老婆，我老婆有点瘦啊，可劲造啊，不够咱们再上。哎，可劲下。补补。补一补吧，完了补好了，好他妈吃我。这还有牛肉呢啊。这家伙，这俩老娘们傲慢了，你看完整。这家夏天还得点点火锅。你看天冷啊，今天这个小菜啊必须得喝一点，还是一样啊，风云降富龙腾，看胖着还是这个酱香酒53度，但是这款酒谁呢，是那个茅台前厂长啊，李兴发唯一的儿子李长寿酿造的，也是茅台特级酿酒师，其实这款酒我感觉不错啊，倒上。好酒不能贪杯啊，先来半杯。好不好吃？嗯，老婆多吃点儿。这天天这么吃，不得长膘吗？胖点才好呢。哎呀！吃啥啥没味儿，我跟你说，这蘸料真有味儿啊！哎呀，太香了！来一口啊！敬粉丝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。嗯，闻着都特别的香啊，酱香味儿特别的浓郁，然后呢，没有那么杂味儿啊。入口呢比较回甘，然后呢入口还没那么辣。这款酒说实话真的不错。哎，这冷天吃点火锅正好哈。那可不，要不然外边太冷了，可不咋。吃点火锅热乎。再一个，他家这火锅的味道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嗯，主要是这肉也香。嗯，最主要是肉香，是吧？啊，那这黄色是啥蘑菇啊？你觉得吗？黄蘑，黄色就黄蘑，黑色就黑蘑，白色就白蘑呗。对，还有红蘑呢。红蘑我知道。虾滑，这个涮火锅是必点的啊，吃的特别的鲜。哇，嗯，
哎呀妈呀，太爽了！他这个冻豆腐是一绝啊，真嫩呐！嗯，哎呀，阿谦感冒始终都没好利索，要不然我跟你说一杯都不够阿谦喝。这个酒啊喝多肉，喝一杯喝两杯，哎，不带口渴的，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头都不带疼的。真热乎啊！嗯。哇，虾滑。嗯。真鲜呐，全是虾肉。虾。妈，我先给我来两个。哇。这紫色你要不要呀？下里头的蘑菇。太爽了，哇！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的视频到这了，你俩吃的好不好？必须的。好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啊。